回雅观楼等他回来。是否得手，皆不易安然归来。你同静思带一千黑牙兵前去接应。是。是孟觉海吗？嗯，五十将界，十三弟先将他带回雅观楼去。为什么把我绑在这里，不带我去见父王？父王佩剑在此，助我行事。父王要杀我？父王命我们把你绑在此地，等候发落。十三弟只是委屈一时，等父王酒醒了再做道理。让我去见父王？父王正在醉中，你去了只有误事。十三弟，人都知道你勇力盖世，你要是抗命，我没有无奈你何。十三弟，你这样才是忠臣。
本是一个牧羊儿，侥幸跻身十三太保之一，却处处与我们争功，累我们屡次受责。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你们不是父王要拿我？你现在才知道，哼，却已迟了。